对吧，还是一个上单时候的，那就很明显得红开了。这种打法的男枪只要前期没给他逮到他就没啥用。英雄联盟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，碾碎。这种男枪的话有一种打法会两级过来搞你，还有一种就是开局会来插眼直接恶心你。下半区两个保护眼直接开扫描就好了。好，我这边疯狂下雨，最近这几天想出去骑个车都难，你就真的他妈的就帮一下嘛。太厉害了，这是压线了。可以抓一下，中路开始换血了，他眼插在右边的，我还没来呢，等他第二套技能好，等他交场再一 Q 了。我发现这些玩角月的太好抓了，不管玩中路还是玩打野的，打得很激进这些人。主要这角月前几级不强势啊，这男枪这会应该在上半区。我怎么感觉这五十的语音量这么小呢？可是因为我这 BGM 开大声了。只要知道对方起始的位置，在河道又没碰到，那就肯定在另外一边。他俩是什么时候 W 好 ？W 吸一个血死不了，强弩来一个。来，我扛这个兵。特拉斯就这点比较赖，你不要看他残血，他有 W 在，其实是半血，直接一起推过去了。这男枪就在附近，他怎么这么喜欢越一个石头人？虽然死了。主要这个石头人他也不必啊，换了一个。这个男枪刷了六组野，红区两组，蓝区三组，加个河蟹，那我们野应该还在。他最多只反了一组，因为他没打石头人的。我看一下呢，一般来讲石头人在 F 绿也有啊。那石头人没了，那个这个 F6 应该是有的。
刘伦什么时候到六级呢？你看到没有？通过补刀就可以算出来，他偷了我几组野。会玩的打野，如果只能刷一组的情况下，大概率是打石油轮，石油轮收益比较高一点。什么时候到六就这波线了？正常情况下是5分50秒，哎，刚好。可能这点们不给我标记一下。你是可以越他，我这不要升六了。再刷个三蓝。直接可以秒，等我来就好了。我感觉我都不需要大，这波石油轮大就好了。哎，这石油轮就不该先 Q 的，刚才可以直接杀他。刚吃了灰血了，死不了，最后一跳了，六滴血。我刚才他没第一时间上，看到没有？我在等药回血，主要我刚才不是满血，这角月多个点蓝肯定不好打他。线上如果不是你这打野，如果想单吃单人线的英雄啊，就一定得看好状态。其实我有点想烧刀妹算了，我这血量 QA 就没了。这个男枪这个点没过来，肯定在拉拢呢。给队友标记一下，去看看一下了，要不然就在偷我野。这男枪打龙速度不快，而且比较伤的，抓到就死了。他没打。是吧，这个休息一下人完全不一样了。哎，其实我这两天吃了天气预报的亏了，原本我能出去骑车的，我看到他说有雨我就没出门，结果他没雨，我就想着他显示没雨的时候我再出门，等我想出门的时候结果他又下雨了，我真他妈无语死了。这天气预报连续三天都这样子的假天气，他只能告诉你今天有雨，但是具体什么时候不稳定啊。有，但是并没有完全有雨啊。哇，这刀妹好稳。哪是冷啊，你知道下雨天骑车多危险吗？你顶个雨出去骑车。杀不了，你为什么就不等我呢？啊，你和我说一下，还是一个出 AP 的时候了，他没被动了，我可以杀他。你以为我是石油人的会空 EQ 是吧？真的是他又没大，不可能杀我，吃他这个鼻翼双刃也死不了啊。
呀，这都杀了。确实这个打野想杀单人线贼难，没大蛇轮都打不过。你看我这两波杀这个中单上单，但凡有一个小失误我就死了，有一个小失误就没了。主要这单人线就一定会压打野等级，要是带点蓝的你还比他少一个技能，就挺烦的。这角色该不会挂机了吧。给他 A 掉了，来个近视啊！我给他挂红尘，还打了我蛮多血的。哎，可惜我这第一时间记得没好，上路又死了。这不是大哥给还是没给的？这不是没开出来。这单吃经验还是高的呀。370一速，我406啊。他想杀我。他没插眼。我先吸点血了。给我找些更强的敌人。你看我这单吃一下升十了。这男枪刚复活的。他要过来了，来个队友，我这波没大。这男枪没闪了，给个链子他死了。我来了，刚才下路跟他们打过，这次在对拼他不会觉得有人在的。我直接被秒了，我就知道他要E我，扭了一下。在干嘛？大呢？对，我人看傻了，这些人。先永霜，这个人技能空了再挂永霜啊。有减速先挂减速，你减速了对面不好走位，这样的话你的技能命中率自然就高了。这皎月已经死猪不怕开水烫了，不值钱了。哎，这波辅助走了，中路在家里面。我看一下。其实我这蓝这把就没必要给他，这人不太会啊。我先过来救这个女坦，看他救不救。他救了他就死了。这龙给你们没关系是吧？这皎月要是打得干一点，他这波有大。下来拉一下，我还真打不过他，我没逞。半血，他拉下来我直接死。
这文渊是真敢点。得先杀这个文渊。算了，这塞拉斯不是很会。这种需要队友配合的情况下，这个队友不是很会的话，就不要太上头了。反正龙也拉完了，对面应该在打先锋。十一级。这都跟不上了，我还特意等了一下。你是真敢啊！好诶，漂亮。他不 A 的话，这个头被卡尔玛 K 掉了。打断一下可以越啊，强弩呢？来个巨龙闪击，刚刚好，满身征服者伤害够了。风之力，卡着自己换一下路线。对面的打团没啥用，直接抱团就好了。这角月我好像又很久没看到过他了。我刚杀的吧，好吧，我是属鱼的，我的记忆只有七秒啊。记忆力这么差，为什么都能记得每天直播呢？啊，我什么都能忘，就是忘不了每天给你们直播啊。小月应该没走远。有眼，直接大他死了。这塞拉斯感觉有点绿色啊，这个距离不会算吗？接闪现死了呀。把龙给拿了，把我挂门把上就好了啊！这边怎么感觉他们想动这个大龙呢？
哎呀，我的二的，老唐别怕。我们这个阵容比对面强太多了，而且我们还优势啊，打团直接开，只要人起开开就好了。我怎么感觉他们打大龙去了？没有，我这地图一片黑，有点吓人了。留个大好，这波二框住三个，这个点复活时间上不了高地。哎，怎么可能拆塔呀？我们两个打得太慢了。来呀！哎，打不完的，这个点两个人没法打龙的。主要塞拉斯这个英雄推塔又不快啊，把他我都要被龙打死了。这要是一个有个四件套，那两个人就可以了，打到35分钟之后就没问题了。算了，有兵先动。我们这边打的有点奔放的。这必须得闪，靠墙了，他一定推我。刚好接个闪还能当两个闪用，把兵清了，利用塔杀的刀妹，再 Q 插起来。今天思路很清晰啊，维护我甲，你跟上跟上，我来卖啊。直接双杀，这九月不用管他了，对面死了三个了，他要带的话就等于死四个，一个维恩成不了什么气候，刚好石油轮大下他就死了。不对，这个石油轮在下，这波九月 B 的话就不能让他拉到多人，我们这个血量往后退一下，给队友插棋子就好了，卡个视野打这个 EQ 啊，这个血量被拉到瞬间就没了。特别是我们还没魔抗啊，这不是在送吗？先退一下，吃个果子回点蓝，这波可以打了，应该这个位置有人在。别死，别死，我框住全死了，全死了，战斧三个，这位置太完美了，像这种一条线皇子是无敌的，来几个打几个，全是 AOE 技能，提亚马特战斧 EQWR 全是，除了被动啊，这要是被动再来个 AOE， 哇，太屌了！这种位置的话，你四个技能就等于怎么讲呢？14个技能，懂吧？
来几个打几个，四个技能不说乘以五吧，乘以四嘛，四四十六，没啥问题啊。这个男枪真的打胆大包天啊，他还不回家偷我野去了。打个蓝盾，胆子太肥了。对面两个暴击啊，我因为有点克环子的，这角月可能如果他贪一眼，他来看我蛤蟆他就死了。没有看蛤蟆，他刚刚看蛤蟆他就回不了家了。这边可能会有人来，看熟人没在，没在那应该就不会来了。他救一下，救一下，有没人？这位置怎么会有视野在呀？不应该的呀！我一路开的扫描在。那你们也打不过呀，技能全给了，我们这波牺牲自己，那也没关系，反正优势比较大啊。对面这个阵容比较差啊，小烂一下。你刚才别说，我差点把维恩杀了，这维恩杀了他们全都得死。这个就是我为什么说维恩有点克皇子的原因，他只要随便来点防装啊，你就秒不了他。你秒不了他的话，你会被他定墙，定墙的话他就可以打三环，打三环的话你就容易死啊。这要是刚才换一个别的 AD 他应该已经没了，要是什么镜之类的没位移的 AD 的话，刚才直接暴毙了。我还可以操作一下，这不给他们杀了，他们也没法赢啊。来抓他的刀妹，这边这个男枪他胆子是真的肥，来来把给他包了，给他包了。别急，减速一下，等队友拉扯啊，队友跟上，这个时候再上。这波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留人的，这都没留到嘛，先退一下，一个 R 再回来，再打个 EQ 插起来，盾开一个。这为什么没杀到人呢？这波我跟石油人配合很完美的呀，原来只要再杀一个回点血，我战斧好了，我还可以打这个挑飞啊。我感觉我们这边有人怕了，我刚才注意到对面有一个人残血，我们这边好像人全跑了。这塞拉斯可以偷啊，他们要是回家的话就打不了这大龙了。哎，有点小快啊，20秒没到啊，没关系，我们三龙了。其实我们这个阵容不应该啊，刚才这个团开的还很完美，这维恩当场暴毙了啊。这个团我都没想到会打不过，因为我们这个阵容好啊，而且有优势，并且还是先开团，这天时地利人和全都在我们这边，只能说刚才有人在划水。我都准备好操作对面了，刚才你们知道吗？我就差那一口凯旋，大他二他他死了，你别怂啊。
不要先杀这个五音，这五音的话他出防装了，可以开了，其实最好这时候能先开，他丢完技能就可以了。不是，你们为什么就不开的？别怕呀，你们在怕什么？这为什么不开的？这有闪有二，这你不开就对面开我这样子。全在那边看我，有点没看懂。刚才这个位置的话，对面右边直接一个大过来，然后我再EQ直接给他秒了。看他们再守一下，还有两个人，我复活的话还有十秒。主要我前面跟他说过了，只要能骑就直接开就行。找到队友这样子，那不我就不去对面野区了。哎，这能说是我没想到的。环子就是这样子，你要是队友太拉的话就很难赢，打到后面没办法一打几，就比较看配合。回换一下，这些人太离谱了，这为什么能大他不大呢？他们一直在蓝 buff 看什么呀？最后一波看一下，等一下，这前面一点点，你看这位置挺好的呀，对不对？我一开始我也在懒，这时候呢就待在这边有闪有二吧，你看闪还在的呀。然后对面开始了，这边少一个人，我刚才想开了知道吧，这边少人，这位置你看，我在左边，石油人在右边，为什么不大呢？脚鱼还在这个位置呢，然后他们又往回撤了，全都在怕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呀，这一个大不就全炸了。然后四个人回蓝 buff， 我吐了。不对，还有一波团没打过，我看一下是为什么这些人。那波团我都没想到会打不过，哎，几分钟我忘记了。那波团是在哪？不是这个位置，好像是这个位置。不是这一波。哎，几分钟我忘记了。是在中路这一波吧，对，上这一波。想想这波为什么是没打过呢？这时候能大过来了，然后 Q 回去挑起脚约一个二，框住五烟直接秒掉了。对啊，然后全在我框里面，我这沙米拉他妈的自己进来了，吃了一个脚约的满大，我说怎么死了？这团不可能打不过的，你知道吧？他直接先把这个残血的女坦处理了，然后进来收割就可以了呀。我说怎么会打不过呢？我们这三千经济优势，加这个阵容，加这个先手，而且还先杀了一个人，这一丝血不点，他进来吃技能，哇，拉四个 ，nice。我都一直在等回血，看到没有，我在等回血，只要杀了一个人，然后我这个战斧好了，我都想好杀这两个人了。下一把